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接着看下面第十一首偈：若见毗则，当愿众生即悟诸佛一味之法。毗则的清凉有个注解啊，毗则者，蓄水越毗，不及驻留啊，故曰一味。这个毗则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蓄水池啊。这个水池，水是静止的，它不是流动的。下面一首啊，讲池沼啊，池沼跟这个毗则几乎是相同的啊，不一样的呢，一个水是流动的，我们讲河水，一个水不流动叫死水啊，它不流动的，像蓄水池一类的啊。这也是这个常常见到的啊，因为在农村里面像这样的蓄水的池塘啊，也很多。啊，主要啊，他们是用来做灌溉用的，或者是养鱼，啊，养鸭，啊，都会做一个这个蓄水池，啊，看这个地方的状况。这个池子大小不一样啊，有的池啊很大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呢，菩萨的这个愿自然升起的是当愿众生啊即悟诸佛一味之法。即是快速啊，快速。佛法确确实实，虽然讲的是无量法门啊，但是到最后啊，真的是一味。这一位到底是什么呢？《般若经》上说的最好啊，诸法实相啊，像《心经》，学佛的同学早晚扩诵里面。多念心经，这个三十心念法事里面也多念心经。心经告诉我们就是一味之法，啊，一味就是不二。二就不是一味了，一味称之为法味呀。啊，得一味之法了，你一定享受到
法喜充满。啊，那么要知道，宇宙之间呢，本来就是一位。为什么会变成无味？无味调和就变成无量味。啊，从一法，变成设法，设法变成无量法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华严上说得很好，唯心所现呢是一位，唯识所变呢那就变成无量无边了，是变的啊，无量无边呢，这就是从一位流出十法界。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一位流出去的，我们今天修福求的是什么呢？求的是还原啊！我们要从设法界回归到一法界，那就圆满的成就了。为什么会有变呢？变得那么复杂了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复杂。啊，我这个是揭露了汤恩比博士的几句话。我看到深深有感啊，这个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。他说，今天世界混乱的令人难以忍受，风气越来越使群众糊涂而陷于不负责任和享乐主义的泥坑呢。这除了教育群众、提高群众伦理道德水平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这话讲得很好啊。啊，现在众生比不上古人啊！我说什么比不上呢？精神的生活啊，物质生活现在虽然很丰富啊，但是就像汤恩比所说的，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方便啊，这个现在物质文明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你要明了之后啊，你才晓得这个得不偿失啊。我在童年甚至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童年住在农村啊，我们这个村庄看到远远四周围的村庄都认识啊，那是哪一家，那边是哪一家啊，村庄距离都不远嘛，大概都是一两里路啊，
两里就是现在的一公里啊。我们小孩常常跑出去玩呢、找玩伴呢、住在农村里头，跟大自然为伍啊。找几个小朋友，都是别的村庄一起邀约的，去爬山。都认识，都非常亲切，都像一家人一样啊，那个人情味多浓厚啊！那才叫人的生活。以后虽然住在都市，人比较密切，但是街坊邻居都认识，见面哪有不打招呼的道理啊？年节互相拜年呢、一般应酬大家都一起来呀、热热闹闹啊！你看现在的发展，像我们这个香港这个地区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，这一层楼就四家，真的叫老死不相往来啊！不知道我这个隔壁姓什么，彼此见面不打招呼。现代社会，你就想到的时候，我们在精神生活上，这个伦理道德上，完全灭绝了。这是今天社会现象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要深深去反省。整个宇宙原本是一体的，谁证明？佛证明，菩萨证明，化身菩萨证得了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佛教导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迷失了？迷失的原因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法相宗的经论里头讲啊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那个一念就是心动，心怎么动呢？我们现在所讲的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呢，就是无明，就迷了，迷失了自信了。佛与法身菩萨，他们高明在哪里啊？高明在六根接触境界，永远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这叫佛。永远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原原本本的发心。发性本来如是啊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。你能够证得，在一般讲呢，你就成佛了。这才叫一位。
才动一念，一味就失掉了。啊，你就起了变化了。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菩萨。啊，还算不错。啊，因为你才动，这个波还不大。啊，但是已经不是原本的了，原本的根本就没有波，没有波动。啊，起心动念就有波动。啊，那个是什么境界呢？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它不是一真法界。设法界里的人，设佛法界，啊，他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起心动念之后啊，起了分别了，啊，分别非常微弱，菩萨法界。那分别再严重一些呢？比菩萨再严重一些呢？啊，缘觉法界，再严重的是声闻法界。如果这个里头再起一念执着呢，那就到是六道了，天法界、人法界。一直到地狱六道里头，执着越往下去，执着越重；越往上面去，执着就越轻。佛讲得好啊，讲得简单呐，讲得明白了。我们修什么？我们现在想回归。啊，还回归到一真法界去，没有别的。执着不能要啊！啊，执着不是事啊！啊，分别执着不是事啊，事不要紧啊。华严经上讲的。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呀！啊，问题在哪？就是执着的念头，这个可不能有。啊，如果你把执着去掉了，你的烦恼去了大半，啊，见思烦恼全都断掉。你自自然然就不再六道了，啊，我们一般讲的是了生死出三界，啊，最低限度你证阿罗汉果了，啊，超越六道轮回了，所以阿罗汉决定没有执着，啊，菩萨当然更没有，啊，但是怎么样？有分别，阿罗汉有分别，辟支佛有分别，啊，菩萨也有分别，比阿罗汉轻，啊，到分别断掉了，设法界里面的佛。他还起心动念，啊，什么时候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回归到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，啊，我们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，那是一位。
现在呢，我相信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希望自己能够赶快证得。我跟诸位同学讲很多次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就问这个问题啊，我说我知道佛法了，好，佛法殊胜，有没有方法了让我很快的就能够悟入，跟这个意思一样啊。啊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我这个问题。啊，老师教给我看破放下，你就能悟入。啊，看破放下从哪里起？要从看破起，啊，从放下起。啊，因为你不放下呢，你就没有办法看破。看破是解门，放下是行门。啊，你放的越多，你理解的就越多，啊，越广越深，啊，这就说明执着、分别、妄想障碍了我们的悟门呐，你不开悟啊。为什么天天听经，听了几十年听经一点悟处都没有啊，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悟性啊，总怪自己业障很重，那是没错，是业障很重啊。实事讲是你不懂得放下怎么样忏悔也开不了悟，为什么呢？放不下嘛，啊，一定要执着嘛，这个东西真是叫要命啊！啊，什么时候你真正觉悟了、明白了，哎，放下，啊，这个放下从哪里放起啊？一定要懂得，你在一切法里头，对哪一个法执着最重、最放不下的，你先把它放下，然后其他的就容易了。啊，比如说，你钱财看得很重，你就从这下手。啊，名利看得很重，你就从名利下手。啊，荣誉看得很重，叫面子。那这个放不下，不行，从这下手。啊，你要自己想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。啊，我们见过有人财看得很轻，啊，但名看得很重，啊，我们谚语说喜欢戴高帽子，喜欢人恭维他，啊，哪个要说他一句不好，他很受不了，那他几天心里都不舒服。这面子放不下啊，哪一个毛病最重呢？先从那个地方下手会很有效啊。我这个方法
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财富，啊，可是最喜欢的就是书本。啊，我对书本很爱惜，喜欢读书，啊，最爱的。啊，别人向我借书，我不会借给他，很吝啬。为什么呢？我借去之后啊，他还给我，一定不是原来的样子。他把我书弄脏了，那我就很不满意。啊，他在我这个书上有写字有圈点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我就受不了了。啊，所以我的书不借给别人，这是毛病啊。啊，张家大师，你就从这儿放啊。嗯，好，先放怎么放呢？我看过的书，啊，看过很多遍了，无所谓了，可以借给人家。啊，新的书不可以。那做了几年之后，慢慢有进步了。啊，我的新书我自己还没看，别人要我也可以借给他，这又有进步了。啊，甚至于别人要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割爱送给他。啊，慢慢慢慢就养成这个习惯了。啊，到终极的目标，要把执着的念头放下，把分别的念头放下。啊，起心动念这个很难，我不说，我们只说这两样。这两样也不容易啊，可是你要真干呐！啊，你真正去干，你会得到真实的利益。这个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呢？佛法里常讲的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六根接触外面一切境界，啊，像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只生智慧呀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你遇到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吗？凡是不能解决，就是你生烦恼不生智慧，你就把问题越搞越复杂。如果生智慧不生烦恼，再繁杂的问题到你面前简简单单，你就能把它处理好。这才是真正得佛法的受用啊！啊，尤其此地跟我们讲到，这就是入佛的境界。啊，那你就要真正懂得古代教学里面所重视的师承，一个老师，一个法门，一部经典，古人的学习有期限，期限一般定的是5年，5年之后，你有了悟处了，啊，这是真的。5年呢，一心不乱呢，
念佛也好，读经也好，言教也好，总而言之，都是戒定慧三学同时并进。你依照佛祖定的这些规矩啊，依教奉行，这就是持戒，一心专注就是修定的啊。定到一定的程度，他就开智慧啊。所以说五年开智慧的人很多啊，这个开智慧不是大彻大悟，不是明心见性啊，我们讲即小悟成大悟啊，确确实实就是你比一年比一年聪明，一年比一年有智慧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修行经过的事实真相啊。啊，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是必然的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重重的障碍啊，不是一帆风顺的 重重障碍，你有戒定慧三学就很容易突破，你要没有戒定慧很容易也被障碍住了。障碍怎么样呢？退心的，那你就真的失败了啊！你退转或者是误入歧途啊，误入歧途，这个是不听老师的教诲啊，跟一个老师我再换一个老师，或者同时跟几个老师，这个事情麻烦啊，很容易误入歧途啊。所以师承是一个老师，一个老师带你啊，带到你真正开悟。那开悟的样子是什么？有能力辨别正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厉害。你一接触，你就能够辨别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有这种能力，老师就放手了啊。这个放手是一定叫你去参学，参学是你什么都可以接触啊，像经典什么都可以看啊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多看对你有利益，成就你的厚德志啊，你不会学坏呀。这个社会上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接触啊，这就是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啊，你有这个能力，老师不会再干涉你了啊。没有这个能力，老师管得很严啊，就是任何人讲经说法不可以听啊，任何书籍文章没有经过老师同意不能看，管得好严啊，怕你误入歧途。这老师对学生真正的爱护啊，真正的照顾啊。
一定要培养你有这个基本的能力，然后再放你出去，成就你圆满的后得智，是不是？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那是参学，就是广学多闻，第二步的事情，头一步是根本智啊，根本智是什么呢？般若无知，所以根本智是无知，根本智就是清净心。根本智就是法性。它在不起作用。在静的状况之下，称为根本智。它起作用的时候，无所不知。不起作用的时候，心如如不动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不取于相啊。如如不动，他到这个程度了。什么叫起作用呢？有人向他请教的时候，无论什么问题提出来，他都会给你解答的圆圆满满。绝对没有通过思维。我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答复你？没有。无论这个问题，他曾经学过还是没有学过，全都能够很妥善的跟你解答，很圆满的跟你解答。这是智慧开了的样子所以善学，就是真正会学的人，尊师重道加上自己好学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学习非常辛苦，这个苦要熬得过去真正熬过去之后，那个里头就有乐趣真的是《论语》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真正得法喜，真正得快乐，这个快乐没法子说的。无法形容，自己得到才知道像古人所说的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说不上来内心里面的喜悦，法喜充满这个喜悦对我们身体来讲我们今天讲身体是最殊胜的养分，它能让你精神饱满无有疲厌不知道疲倦，不知道厌倦，这是你真正起如了读书学习学到废寝忘餐，吃饭忘掉了，睡觉也忘掉了精神饱满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两三个小时，它足够了。当中有疲倦的时候，就在书桌上打个盹儿就行了。稍稍休息，
他精神又来了，就振作起来了。如果你叫他放下学习，放下书本去干别的，给诸位说，很容易疲倦。为什么呢？没兴趣。就是这个世间这一些东西里面没有乐趣啊。这就是古大德常讲的，世味。这个世间的味道没有乏味浓啊，乏味现在你没有尝到啊，你要尝到之后欲罢不能啊。世间什么最落啊？这个最落，没有比这个更落的了。这桩事情人人本有，人人有份。你现在这个现前有障碍，你这个障碍不能突破，这个乏味你尝不到。障碍突破的时候，你就尝到了。这个要有毅力，要有恒心，要有一定的方向目标，一生不能改变。要想向上提升，那头一个条件要做到无我。金刚经上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什么人做到呢？阿罗汉做到了。从虚脱环一直到阿罗汉，它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。虚脱环是出口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。头一个是破我执啊。我执还有没有呢？有。破得很浅，不再执着身是我。那我们现在是严重执着身是我，这个很苦恼啊！所有一切烦恼的根，你是一丝毫都没有打破。所以你有病，病总是治不好，总会常常犯，不能够根断。最近我看到有一篇报告，是一位医生自己写的。年轻的时候在加拿大读书，最后一年检查身体有癌症，那么经过多年的治疗，到最后是用化学治疗，非常痛苦，没有法子断根。最后回过来的时候，他发了一个心，算了，不治了，不看医生，不用治疗。治疗太痛苦了，这一下放下之后啊，他完全用的是意识，念念呢都是善念，乐善好施啊，念念呢还帮助别人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
到最后再去检查了，癌症没有了。所以他说他多活了三十多年了。那就是什么？做到了忘乎。不再重视这个身体了。所以世间人有命，有这个身体，有了病痛，为什么治不好？过分重视这个身体，越是要保养它，毛病越出来，通通放弃之后，整个这个精神放松了，反而意志能够集中。是在讲他这种方式，这个姜本胜的水实验可以做很好的证明。一心念善的，整个身体的细胞反应都变善的，那你就恢复正常了吗？这个不是迷信的。这个你首先要肯定佛法上所讲的生罗万象啊，都是法性变现出来的。体是法性的，法性没有形象啊。没有形象，能现形象。所有一些现象都是法性现的，法性本来具足见闻觉知，本来具足色声香味。你只要把它回归到本来，那就是最善的、最完美的。你里头加了个妄念呢，它里面就产生变化。刚才讲的是，你看一个妄念生起来，它就变质了，但是变的幅度很小，就落在设法界的佛法界。再严重呢，就变成菩萨；再严重呢，就变成圆觉声闻；再要严重一些，就跑到六道来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我们今天怎么做呢？就是放下。真正放得下了，就恢复了嘛。这个医生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这个什么了不起的功夫放下身心世界，回归到自信了。它效果就那么样的显著。你们看这个山西小院，这40多个人，用的读经、念佛的方法，把病都念好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这个证明了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讲的一句话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古大德说，我也常讲，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差别？一丝毫差别都没有，为什么现象不同呢？心不同，心善没有一样不善，心不善没有一样是善的。我们也想生活的自在，生活的美满，你就不要想恶，你就想善。人世间没有一个不是善人，为什么呢？本性本善。三字经上头一句话嘛，人之初性本善，
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菩萨戒经里头说得更好，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，哪有不尊重的道理呢？怎么可以得罪呢？啊，人人都互相尊重，人人都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作合作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人心变善了，行为变善了，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。啊，最近有些同学送我一些青菜。啊，这个青菜确实非常好吃。啊，他怎么栽培的呢？他告诉我，听佛号啊，栽培的。那真的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在澳洲自己菜园里面，啊，所有一切蔬菜，通通听佛号。还有时候听讲经啊，所以蔬菜长得比菜市场里面好得多啊。啊，菜市场里面人看到你们这个菜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啊？善念呐，没有别的啊，树木花草啊，通通都沐浴在经中、佛号之中啊。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了，效果大家都看到啊，可是我们自己境界还是转不过来，什么原因呢？习气太重，常常一接触的时候忘掉了啊，过后之后又想起来，又后悔懊悔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身处没有转属啊。功夫不够啊，还要下个深功夫啊。更重要的，时时刻刻知道放下啊。我们看到人做了一桩不好的事情，心里动了念头了啊，想去教训教训他，这个念头才起来，放下，从这个地方去练啊，这真正叫学佛，真正叫练功夫啊。我对他好啊，好也放下啊。那难道他犯的错的我就不告诉他，过几天再告诉他，现在告诉他，你有了个气呀，冲上去言语不好听，过几天呢就软了，你告诉他会和言这个柔语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一定到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去告诉他，就帮助人很容易接受啊，感激你啊。啊，你现在虽然给他讲的时候，那个言语态度很粗的时候，他就反抗。啊，不会感激，甚至于啊，根本不能接受。啊，会争吵起来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啊，所以放下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这个就是你要有智慧
要真正在这上做功夫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常常记住放下。唯有放下，才能看破。看破就是明了啊，对于事实真相就明白了，你处理就不会错误啊。得心应手啊，让别人心服口服。你自己的心态正确，心平气和来处理事情。我们一般的时候，事情出糟了，心不平，气不和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为什么善言好语劝人，人家还要反驳，还不接受？一定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当时的心态、当时的言语、当时的态度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佛菩萨教我们放下是有道理的。那么这样才能够很快的起入佛境界，得到佛法了真实的受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